3岁以后呢，我们女生体内的青春激素就会开始走下坡。那除了体力跟代谢力会慢慢变差之外，皮肤和体型也都会快速的衰老。那我都用康萃蜂王乳加芝麻素定来维持我的青春活力哦。啊，它是原料来自于日本的康萃蜂王乳加芝麻素定，含有高浓度的6%的葵烯酸，更胜市面上的其他产品。蜂王乳的好坏指标呢，就在葵烯酸的含量。葵烯酸也是让人维持青春的重要关键。这一瓶蜂王乳呢，是目前台湾市面上含量最高的。除了可以帮助养颜美容、增加体力，另外它还添加了从芝麻萃取出来、每粒不到1%的珍贵芝麻素。芝麻素不但可以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，还可以调节生理机能，帮助入睡。再加上含有抗氧化的维生素 E， 小小一颗很好吞，效果非常的快。一般初老保养呢，建议吃2颗；熟龄需要加强的话，我们可以吃到4颗。4颗呢，就相当等同于是1800毫克的新鲜蜂王乳的浓缩精华。我自己吃了以后呢，不但觉得睡眠品质变好，情绪也开始变得稳定愉快，还有皮肤摸起来变得更光滑细致了，体力跟精神也变得更好。原来由内而外的保养可以这么简单哦。